告连续结束。这波你注意看，全部阵亡。不谈的这波，据说第一声棋。哎，他说隐身没开启两场，不然全死了，对不？他们这个在玩火，你知道吧？玩火自焚，运气很好，炸湖炸的正好，就不谈了。这个运气，隐身开不出来，开出来全死了。人多搞人少，的确个个都敢搞，一个个神头鬼脸的。好，都得死，都得死，我不跟你开玩笑。除非他有闪，你敢追我？反手往这边跳，你都敢追我？反手，追我！你追我，如果你追到我，我就让你嘿嘿嘿。追我！哎，走位。我会这样子的。好，这波他们开了啊！注意看，螳螂先观察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观察，为什么？好，螳螂先观察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观察。Ace， 这波他索娜的大招有点炸火，真的。他这波索娜大招有点炸火。这个 ADC 他只要能够 A 到我一下就算我输，就如果我在杀他的时候啊，你看一下他 A 不到我的，他一下都 A 不到，我一滴血不会掉的。他们看着我的，不用怕。李奇，你觉得你能跟我打一把？其实一错理由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李奇，隐身，你先。哟，这个没把他杀掉啊！这个 ADC 他只要能够 A 到我一下就算我输。一算我输，你。先哟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一次不会再死了。这时候开启我的王者模式了。啊，不急啊，这个地方，哎，你知道什么叫做伤害啊？落地怎么样？落地隐身啊！你不要想太多，不存在的。这个到后面我们输出就有点，你这个说实话就有点不比我面子了啊！这龙再热也不行，再热也不行。隐身拉开，哎，侧面拉开，跳，有种无视我的感觉。哎，你这个就有点过分了。好 ，OK， 可以单加了，先混助攻拉开。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混助攻，助攻混到了，看到吗？不要急 ，OB， 看到吗 ？OB， 好，来侧面跳一波，给到了，来，好，隐身，好，继续发，弹，哎，就不弹了，这个位置不太好，这波没炸啊，不要急，但是他，哎，好，听说你很急啊，不跟你搞这个默契的东西。踢不出来，哎，这里是踢不出来的。这波注意看，落地秒杀这个，不要怕，多一波隐身，好，落地天使隐身，落地缓速隐身，哎，再刷新被动，好，把大招留掉，他们在挠腿，不知道我的伤害，隐身，蜻蜓点水，哎，隐身，回头怎么样？回首望月，怎么样？哎，闪现跟上，怎么样？拉开，不要急，他跳我再跳，不要急，往后拉，他跳，哎，蜻蜓点水，小伙子，你把我这个人头拿了，我没帅起来，我很烦，他这个人头一拿，我就不想吃了，我要让你们的水瓶落地一甩贴隐身，双连环扣，哎，这个就很帅，有没有？注意我的细节。好了啊，
隐身 W 起手落地溜哨回来，哎，鬼使一样躲在草丛。这个绿兵可以开大招 ，W 起手落地溜哨，空中提亚马特落地之前 Q， 起手之前 W 啊，这是一套连招的一个细节。隐身，注意看啊，落地秒的连招 ，W 起手落地溜哨，哎 ，W 起手就可以落地秒。